哎呀，你说这人要倒霉啊，这喝口凉水都塞牙。你说今儿早上吧，我就感觉我这个肚子呀，哎呀，老不得劲儿了。我合计上班之后到那马路对面的诊所我看看，这家可好，一去没把我气死。进去之后啊，人家医生连正脸都没瞅我，歘歘就给我开单，就让我去检查。我在那医院里拿个单子呀，就跟个走马灯似的。这儿检完，检查完了，检查那个，这家钱没少花啊，光这血就给我抽好几管子。最后弄半天，我是岔气儿了。你说气人不？啊，多坑人呐！啊，你是怎么会是他呢？太巧了！哎呀，冤家路窄呀！哎呀，我的妈呀，这人还不傻呢哈！哎呀，我说，这咋还挺面熟呢？哎呀，那能不熟吗？我在你们医院跟所有人都快混熟了。是吗？我说丫头啊，要丫头呢，我爸才真叫我呢。啊，我说这个不叫丫头，我说你这个老妹儿啊，你别整那亲，谁是你老妹儿啊？你多大就叫我老妹儿啊？我说老娘们儿啊，叫谁老娘们儿啊？啊，叫谁老娘们儿啊？到底叫啥？叫啥也不能叫老娘们儿。好，那个我说小丫头啊，我这个电脑坏了，你给我收拾收拾来。挂号。我是来修电脑的，我挂什么号啊？你说的话好像到我们诊所似的。哎呀，我们这个店啊，一天修好几十台电脑呢，我要不给你挂个号，我知道哪台是你的，万一给你修错了呢？你这个小丫头，你这充其量也是个登记，你怎么能说挂号呢？行，挂就挂吧。内科外科。这怎么还有内科外科呢？哎呀，我的意思就是说吧，你这电脑如果外壳坏了的话呢，你就要挂外科，懂没？啊，你那是内壳和外壳。哎呀，那怎么理解吧？那我的显示屏坏了，你说是应该挂啥吧？显色屏，这多明显呢，那是门面，当然是五光科了。哦，那要是喇叭坏了呢？耳鼻喉科。那要是线路坏了呢？肛肠科呗。我说不过你，我说不过你。得，你是不是来抬杠的啊？你修不修电脑？修，那你就给我挂个内科。哎呀，我们这个内科啊，它还分为普通和主任还有专家，你看你挂哪个号呢？不，你妈，这咋这么那么麻烦呢？啊，你听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这普通号呢是5块钱，进来就拆，拆，反正拆完不一定能装上。主任号呢50，进门就拆，拆完看着装，这个你还兴许有俩收获什么的，就拆完之后兄哥你剩俩零件回家。这个专家号吧就比较贵了，150啊，拆之前啥样，拆完之后还啥样，你看你挂哪个号啊？你要这么说呢，那我就给你150，我把电脑拿走不就完了吗？那也行啊，欢迎您下次光临。不，你干啥？我是来修电脑的，你得给我修好啊。那我也得看你得的是不是绝症啊。你修不好，我上你这修什么啊？那要都得绝症的病人都上你们诊所，你就能都能保证给人治好啊？你这小丫头，我跟你说啊，你说话吧哈，挺野人的，但是呢，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看看，我告诉你，我这台电脑绝对不是绝症，它就是上不去网。哎，那行，那你也别着急啊。我这样，我给你登记一下。对。姓名，王小丽。我不是，我修电脑，你还是修我命啊？哎呀，是跟不明白的人唠嗑太费劲。我是说姓名啊，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牌的？
你没看着吗？苹果。跟你说，别的电脑能这么容易坏吗？性别。你重说一遍什么？性别。你家电脑还分公母啊？我说这性别呀，是你这个电脑是什么色儿的？一般我们这儿呢，就是说黑的或白的统称为男的。那我这哄的就是女的呗？答对了。妈呀，我使好几年了，我这电脑是个模子。你有医保卡没？我来修电脑，我什么医保卡呀？哎呀，那你这到底是不是公家的？需不需要报销啊？你这你还不明白吗？你这个人太麻烦，这是我个人的，是不是？我那诊所也是我个人的，我所有的消费都是自费，你明白不？啊，好了好了，你要早这么说，我早就明白了啊！来吧，拿单儿去检查去吧啊！嗯，这是你的，这也是你的啊。我看，嗯，妈呀，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的了？有不明白的吗？这是磁共振、CT、心电图，这什么玩意儿？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啊，这个磁共振呢啊。就是说吧，看你电脑里边的节点呢有没有开焊的地方。嗯，这个 CT 呢就是看你这个风扇运转是否正常。啊，心电图呢就是看你的电路啊有没有损坏。验血呢？耗电量。验尿呢就是看你这个流量是多少。哦，哎呦，修个电脑太麻烦了，你们这哎这怎么乱七八糟的啊？乱吗？嗯，乱了。啊？挺乱的。哟，这不跟你们家诊所一个程序吗？这行了，抓紧时间吧，一会儿主任专家什么的都下班了啊。我去了，往那边走啊。哎，我去了啊。看见没，就对付这样的人啊，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哼，看他以后还敢不敢糊弄人。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哎呀，这架势花了好几百把我电脑拆不洗不烂呢。拿来我看看。你看看这单子。哎呀，不错呀。啊，你这电脑这各项指标还都挺正常啊。哎，你说话就不对了，它正常它怎么有毛病呢？哎呀，那这个具体怎么个毛病你就得住院治疗了。我修个电脑还得住院？我那天天有病人来，我没有电脑我怎么给人开药方啊？那要照您那么说的话，你要是没有电脑就开不了药方啊？对呀、啊。那你这不是合着拿电脑糊弄人呢吗？你这叫什么话呀？哎，上电脑查查资料，现学现卖，谁不会呀？啊，那你实在是挺不了的话啊，那你就转院吧。往哪转？我告诉你个地儿啊，你呀就到沟帮的火车站对面第二个胡同，然后你就一直往里走、啊、走大约50米左右呢你就往左拐，然后呢再往前走大约50米左右你再往右拐，这个时候你再往前走你可听吧，你可听吧，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的电脑不修了啊。那欢迎您下次光临。小丫头你记住了啊，没有见不着的亲戚的面，你看看下一次上我那看病去，我猜不信你，我说你长得结实。三位评审老师，喜欢这个小品吗？这个小品让我们感觉是眼前一亮，因为它的构思是很精巧的，而且最后的底呢，其实托起了一句话，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如果大家互相不信任的话，恐怕这个医患关系也很难走向正轨。这里面呢，从节目的编排上看呢，有一个地方稍微显得夸大，就是无论是医院里边什么样程序都原封不动地对应到电脑的修理程序上，这个有一点夸大，稍微超越了我们对真实的认知度。再一个呢，张瑞雪这个表演上呢，你在医院里刚刚费了挺大劲，应该是一肚子火，这个时候你应该表现的是先压住这个火，冷静地按照医院的程序来处理这个医生的电脑，然后压着压着你压不住了，后边的情绪出来了。可是如果自始至终你都这么冷静的话，那么好像感觉你这是诚心在刁难这个大夫，就你原来那种情绪没有出来。
当然这个小品本身呢，我认为主题意义是非常好，像这种既有讽刺意义同时又有社会正能量意义，这样的小品要是我看着，我就得让他上春晚，谁知道有的人看了那不定咋想，咱没这权利是吧。好，谢谢梁老师、姜昆老师。这是个讽刺小品，里面有很多比较精彩的东西，就是用医疗所存在的弊病跟一个电脑，它大家经常熟悉的一些故障形成这种对比，有的时候比较巧，这种巧呢就形成了意料之外的东西，比较精彩，冤冤相报。你这样的话一来的话，我们这个社会就搞不好了。如果说是换一个角度，这个角度就是我认识到了这个不好，但是呢他死活他不认识，那么好，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最后哦，刚才你都是说我呢，哎，早知如今日何必当初啊。如有这么一个逻辑思维的话，恐怕它的积极性那个意义就更大一些。我就这些意见。谢谢老师。本山老师，首先我说这个作品很好，就是他的巧合，一个病人跟他一个病人的经历，完了呢大夫又来到一个环境去修电脑，应该是啥样呢，就是你们前面不用铺垫，坐到那儿来修电脑了，你就是一个职业，对不对？到这儿认出了他了，哎，你前一段给我这看过病啊，是吧？他说我花那么多钱，但是最后不还没看好，把这稍一铺垫你就出来了，按照这个你的来挂号，这一下就包袱就建立起来了。但回过头来你要用那种方式去提醒他，不是报复，是一点一点的提醒，说你这样吧，你得猜多少钱呢，用不着完全按照医疗术语去说，都一种提醒，用一种他说那我来修个电脑，最后把这个电脑修废了，说本来就没啥病，最后是个欠费，就用这一种很温暖的过程去解释，作品呢也成立，而且呢又会非常好。就是我们一旦建立矛盾的时候，你的矛盾冲突是大的，你所有事件你的语言带过激，这个人物就觉得想得放大了。不过这个东西很好，你演的也不错，好吧？谢谢老师。